机关所长、各位贵宾、各位我所敬爱的，我们今天是父亲节，一乐，也在此欢迎各位贵宾特别来参加我们这个盛会。我们祝我们丰年祭大家丰收愉快，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我想还是先恭请院长来勉励大家。恭请院长。喂，马上路，沙包，沙包。今天大会的主席张岱县长，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我们的化石委员，台湾省原住民委员，各位贵宾，我们屏东县八个山地乡的各位乡亲，大家好。跟我们原住民同胞一起长大，35年前。我在龙泉乡服兵役的时候，也常常到山里面来。今天我可以说，35年后的今天，再回到山里面，看到山里面的整特别的兴奋，看到我们原住民同胞。各文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不仅是少数族群，因此怎么样积极的来推动原住民文化的保存、维护、创新与传承，并且提升国人对原住民文化的鉴赏。商议中可见政府对于原住民的业务是相当重视的。官长自从上任以来，我们除了强调民意、行动、责任之外，也希望能够激发全国同胞的潜能和热情，我们全民来参与国家建设，主人做政府的后盾，同心为住民同胞的物资跟精神生活能够更加的充实，国家也能够更加的富强。最后在这里祝我们大会顺利成功，也敬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马沙路沙包，谢谢。感谢焦院长的致辞。现在我们要致赠原住民的重视。我们在山地乡举行联合平年节，请山地乡的乡长来代表我们所有的族群来致赠礼刀。一路，
先生，新闻局局长李大为先生，研考会全勾廷才先生，立法委员林国荣先生，慎重的李乐，
黄河流量跟河南流水到南部来参与活动的时候呢，也通过，所以在这里特别邀请我们几位重要的竞选总部的负责人一起到这里来，跟我们的这个中常委大家一起见面。那么呢，我们萧中常委特别在这里要听取大家对选情的朋友的，可以以小以大以，希望我们的团结。